今天我要从我姐身上赚笔大的。姐，来，女生节快乐！那你节日还过不过了？过。哎，没事，剩下的都我来。今天必须给你安排的妥妥。洗头进账120。对，太累，省点事。好像吹错方向了。干嘛呀，王姐？哎，这我给你买的保湿喷雾，来，多喷一点，多喷一点。姐，还有这个保湿精华。姐醒了。姐，快点，快吃，快吃！我专门给你准备的。哇，好香啊！这你做的？对呀、啊。哇，吃的好累啊。来，那我帮你切吧。那你？帮切牛排，额外进账100块。姐，吃。姐，出去过节要花钱吧？啊，是，现在外面过节可贵了。我服务还满意吗？行吧。满意就行。这是今天的账单。王老姐，这么贵的钱，你觉得我会付给你吗？啊、不是，姐不用付，我俩啥关系？不用付啊，早说嘛。哎，咱妈今天早上打了5000块钱，这个月零花钱我从里面扣就好了。什么？